倒，我要报恩仇，要报恩仇，去山林，你要去台北去山林，要报恩仇，为着要杀伊，你要用倒一手，用一手，你手提啥？我着，你家会用哦。阿叔，我半片，别报山林，我要报仇，怎知我报恩仇？伊怎做我的功夫啊？我啥呢？伊就啥呢？无你的功夫啦。啊，但你即嘛分身的啦。讲十五年来老母的委屈，万寿在遐无报吗？当然是爱报。即摆已经阿姑讲互你听，阿姑自然就教你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分身的对无？对，我嘛袂晓去的对无？安尼足简单。即摆等一日八月十五时阵，咱就加好水，挂两罐高粱来甲伊拼。阿姑的酒量还阁袂歹，甲白粉三零挂落手嘴。伊若酒醉的时阵，你就较骨力去，去走到阿家一支菜刀，对白粉三零巴肚阁破开。两百人吃啦咯，我也放迄个粗坑咯，再搁加布袋，再嘛轻轻起啦。眼睛就闭起来，人讲已经受伤啊，放来拢无关过啊。错人咪吃啦个，哎，闭起来，我闭啥物啊？你知？啊不，我闭起来，加落就安尼。咦呀，转，是呀，转，咦咦，转转是是转转过。我讲袂掉，拢讲出来啦。挡袂掉，安那？你食落来挡袂掉。啊，我